迎接中华职棒全新球季，中职超人气啦啦队 LAMI Girls 也在日前整队集训。今年这群活力女孩不仅扩编加入四位正妹新血，为了强调纪律和团队仪态， LAMI Girls 还特别选出首任队长小凡、副队长 Ali， 全新的加油嗨歌与动感热舞更是密集苦练，希望带给球迷们全新的升级版球场加油体验。都是快节奏的，就是比较是电音风格的舞曲这样子，所以在场上加油的时候呢，可能难免会比较喘一点点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呢是训练让我们能够面带微笑的在喘，不要喘，面带微笑的喘。新球季就是要消耗卡路里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锻炼自己的体能。所以球迷，搞不好你们以后进场也要跟我们一起先跑三圈。队长小凡爱开玩笑，不过事实上 LAMIGO 加油歌单洋洋洒洒加起来也累计超过百首，今年新推出 LAMIGO 独一无二，更是挑战女孩们的体能极限。四位新妹也加紧苦练，希望赶紧跟上学姐们的脚步，跟大伙一起在球场懂姿懂姿跳起来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LAMIGOS， 我是慧妮。我是张婷。我是 Yuna。我是菲比。昨天第一次练，跟学姐一起练习，就很多跟不上，还蛮辛苦的，但是我们都会加油。动词趴已经有在筹划了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，之后也会有 rap 的表演。尽管只是来到球场定妆练习，不过阵容庞大的24名 LAMI Girls 也只有一人缺席。新球季他们专属的假日球衣也在当天正式亮相，预告将在开幕战的红不让趴亮丽登场。球团更透露，继去年抱枕、帽子、写真集等商品，今年他们还将计划推出 LAMI Girls 周边新商品，强调精挑细选，就请球迷拭目以待。中央社记者张欣蔚桃园报道。